So I'm a Gemini. That means that I'm destined to be an artist. And that's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I'm here in China, for inspiration. As you know, inspiration is the life of the artist. And you know what? I got it. I got it in this journey. It's a journey that I will never forget. I finally understand that sometimes inspiration is not good enough. Sometimes people deserve more. People deserve the reward of their honest work, like something shining in the sky, like fireworks. See? Up there! What's going on? Thank you.
Sebastian, do you know if Canal 5 is open?大家好，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吉祥啊！拜，出来。大家好，作为本片的名不副实的导演，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待会儿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Andrews 他的非常放纵的中文口语。来，下一个。 快！作为本片的制作人，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蛇年吉祥。来，师傅，我拍一个，快！熊猫烧香，快！熊猫烧香，哎，就，来，快！我在，你烧起来。大家好，作为本片的摄影，虽然没有在镜头里大量的出现。
还是比较高兴能参与这个，祝大家新年快乐，蛇年吉祥。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everybody。我靠，你们过来跟他玩玩子啊。真的牺牲翻跑吧，因为牺牲翻太贪吃，遭报应。借把火。我靠，太用力了，你插太用力了，知道吧？没火，谁借把火？你插的太用力了，不是你。在疯跑，为了要赶绿灯，别摔了。很艰辛啊，很艰辛，很艰辛。我的草哥，啊，真好。我们踩好灯了，要扣留灯啊。Do you still have one more shoot to do? 作为一个摄影，我认为我很敬业。这段奔跑的摄影，我认为很画面很陡。那或许叫我摄影电视机，回去电脑上看。这是 Andrews 回家的那个 taxi。这是出租车的一小步，我们就拜拜了。好，这已经是许真前第三次拨打这个电话了。每次拨打电话都会徐徐响起这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是多么的令人伤心。这是第三次显示阵亡，不，依然，我要回家。这是
这是第一次出现直接挂电话的行为。我继续。看这样子，徐真前他除了无语之外还能说什么呢？不要像徐真前这种坚持不懈的决心。是的，他经过了多次的拨打电话，我想他已经非常的熟悉该如何拨打这个电话了。他已经不需要语音的提示。我们在此为他感到默哀，低头默哀一分钟。徐真凡低头，为家属多么艰辛。是啊，这比春运的火车票，哎，这比春运的火车票还难。是啊，我们的一生都走在回家的路上。仅仅是为了一辆出租车，就得停留。您好，那个有没有凯纳豪森附近有没有出租车？然而，这还没有结束。泰坦尼克号主题曲于此再次缓缓响起，这已经是徐真前第24次听到这“请不要挂机”的语言了，25次，26次。你能想象这么一个苦苦等待的回家的人心中的苦逼吗？现在11:35，晚上。是的。当电话中的铃声一段段的向你诉说，请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啊，徐真前，光明的未来正在等着你。